吓到蕾蕾。一个呢是对音乐要求很苛刻的人，而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在音准上可能说让人嘎嘎大哥哥。嘎。哦，哥哥。大哥哥。都非常的有味道，像我显微。接下来。好了，休息一下，拜拜。让我们有请第一场演唱会的第一对搭档，于文蔚、杨迪。拜。哈哈哈哈哈。